所今天不是为了万圣节而万圣节，今天大家这样的装扮真的是为了有目的性而来的。没错。OK， 为什么今天他们要打扮成这样？因为观众朋友们，你已经不用再透过手机去看了。不用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八大要为你们就是要献上那个。我们八大要热播了，不用看小小的荧幕。要热播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有几寸电视就看几寸的电视。你在看小台的 iPad 都没有用，好辛苦，眼睛累累。直接看八大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看一段精彩的片段。双手了一辈子了，下辈子我也来守我好不好？这辈子你守我已经守够了，下辈子换我来守护你。真的就独家，真的吉野家也没有，就这一家独家，真的别台想要看到他们有没有转来电台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在学谁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个诉说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开心，真的。而且刚刚还重现了那个大家最喜欢的那一桥段。嗯，其实我很佩服拍古装片的人，要剃光头。对，你每一天应该都要一直剃。有时候早上。就是摘完头套到下午要拆掉再刮。你怎么说服你要接这个戏的？就是我没有说服啊，就直接 OK 的，就很崩溃啊，就一直到尾都没有说服自己，就慢慢习惯。而且当时很搞笑，而且你刚才在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刚才说，听不懂，他们在说在打架。你刚才说啥？你说啥？他能听懂，他能听懂。我听不懂，我没听懂。当时夏天紫外线很强，他当时贴的那个发套就整个是烫伤了。晒伤了，晒伤了。一半是黑的，一半是。对对对。蛮逗的。里面有一半在那个外面没有擦，可以擦防晒油。所以你是整个剃光还是剃一半？整个剃光，然后沾一半。有点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剃一半。廖俊大哥他都要剃一半。一开始他们跟我说，我们让我们剃一半，后面戴个帽子啊，你后面还是有头发。我说那两边呢？两边没有。对，没有鬓角也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全部剃掉算了，很奇怪。我的天哪，好佩服你那剃光头的人哦。而且他们说夏天拍耶，所以那有多热啊？横店一般是蛮热的，夏天的时候。横店其实我们在甬道也没有一棵树，没有遮阳处，就最热的时候应该有四五十度，四十多度吧，四五十度肯定有。哎，天气热啊，你要讲那些很浪漫的，要哭的，你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？嗯，而且眼睛还会这样。而且重点呢，他们休息可能有些在车上或者在自己休息室，要去哎换你们。对，真的是这样子。那你这样又不能太久，因为你旁边那个你有粘那个头套，那个肯定得裂开或怎么的。对。来，眼睛张开一点，就很酸，要流眼泪。对，就他们会打这个板跟着你，比如说他叫我一声复合，我一回头复合。太阳太大，我这样回头，我刚刚睡醒。对。但那个时候拍哭戏是最好哭的。对，你要睁开就流眼泪了，睁开就马上有流眼泪了。是啊。但你又睁不开就会变成这样。对。皇上下不了。杀青的时候有没有很开心？终于完成了这个作品。我觉得杀青的时候是很安静的，很平静的，大家都啊杀青哎杀青，不是慢慢收工，慢慢就是搭车就是没有那种就怎么了，没有特别兴奋的感觉，就是有很多不舍。对，我们全都很不舍，大家处得很好。对啊。那私底下有什么好玩的事吗？私底下，也还好是吧？没有交流吗？没有出去玩啊？他们怎么玩呢？那每天在拍，你们是每天在拍的吧？还好，有时候就是你看我干嘛？
还好，你们是同一部戏吗？就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去吃点东西啊，小聚啊，喝点小酒啊，这样。对，大家一起聚餐什么的。哦，但拍戏就早上到晚上，嗯，但夜戏不多吧？夜戏那时候来说很舒服，就是那时候来说是凉快的。对，因为白天真的熬不住，真的好多人中暑。白天四五点钟下午，真的熬不住，好热，很痛苦。拍夜戏很舒服，不是演员之路的，你根本不了解我们演员之苦。我真的不懂。放肆。古装干嘛讲放肆？梁山伯，梁山伯，一出英台，你准备被我杀出去台？哦，对，你演过梁山伯。美人鱼算不算？啊，不，不算。算。空虚公子算吧。空虚。算算算。对啊。古装的，我是古装人呢。啊，真的。我今天是梳了古装头，你看。所以你才会翻拍他们那个视频。什么翻拍？那不是翻拍，那是原创。自己。原创有道理，因为我那时候呢就看到，因为这个很多视频他们在网站，比方说抖音也很红啊，嗯，就很多玩什么对嘴啊，我学你们啊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奇怪，这句话越听越奇怪，体统，体统，感觉很熟，是不是？很熟，我就刚好就看到旁边有个桶子，我就体统，哎，我来拍一个这个，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在录那个节目，刚好那个节目里面有很多那个道具服啊，就借了，我就借回饭店拍。然后拍完之后呢，觉得哎，想说 po 一 po 好玩嘛，啊，就放上去，觉得蛮好玩的，就 po 一次这样，还 po 一次跟别人可以跟我合拍的那种，发两篇就说哇，顿时间觉得我的人生第二高峰出现，本来事业已经走下坡了，后来就觉得走在路上都有风，哎，怎么是剃头了？怎么剃头了？剃头，顿时间红了，我的朋友，我整个都火起来了，超火的，对啊，真的。那我们现在要看吗？你还要看我的？还要看吗？都升明星了，你还要看？那就不看喽。看一下，看看看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体统画面。我今天就得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，什么叫体统。你疯了！这个呢，当时我抛出去，我没多久之后呢，有人跟我说，哎。那个恶心真的回复你啊，我说真的假的，怎么可能？恶心本人我还能归看，哇，还确认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因为太多仿号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点进去看了，哇，是真的。然后他自己也拍了一个要跟我比赛，看谁演得好。但谁看我，他演不好啊，天啊，演不了我啊，演不过你啊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我那么贱。他学不来，是啊，我还教他一些补法，我还教他一些步骤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！那两位看到那个视频，那当下反应是什么？还好，对。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群，我们就延禧攻略有一群。哦，有发丢到你们那个群里啊！哎，荣幸，荣幸，荣幸。哇！应该发一些我的帅照片给你们去，大家就觉得很好玩。对，是吗？对，太开心了。你们是第一次来台北吗？对，第一次来台北。我之前来玩过两，玩过两天就走了，是吧？对对。你去哪里玩？吃东西。谁都要吃东西嘛，你看他扯开话题。夜市吗？夜市，对，吃啊，是跟朋友还是跟家人一起来玩？朋友，朋友，你们第一次来？哦，第一次来，想去哪里？介绍一下，不知道呀，去夜市，想去夜市，夜市是必须去，一定要去，对对对。如果你一定住市区嘛，通化街那些，然后夜市是最必备要去的地方，对，然后一定会喝珍珠奶茶啦什么，但我一定要告诉你们，卤肉饭一定要吃一下啊，卤肉饭必须。鸡肉有点远，鸡肉有点远，卤肉饭一定要吃。卤肉饭很，然后咸酥鸡，对，还臭豆腐。我们现在不要录，我们直接去。他们独家，我们要好好对。来者是客。等一下，我们玩游戏，如果他赢了，他可以吃得到。什么？刚刚说的那些，咸酥鸡啊、奶茶什么都准备，都准备好了。对，可以。但是我们要先重现一下经典桥段，我们主持人想要演一下。我怎么一讲话那支支吾吾的？要演什么？人家跟我演什么？我跟你演。我们四个啊。我们四个一起演。我们四个可以吗？演什么？是我们的荣幸吗？可以跟你们两位一起。可以吗？我别这么说，别可以，但我那个 OK 的。你古装人哎。可以啊，我们我演什么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经典的片段。来。
哇，你当然就是尔晴啦，因为你刚刚说你都教尔晴本人演戏了。哈哈哈哈哈。我也符合吗？对，还是你，好不好？好想看你们两位对戏哦。还是他演尔晴。你演尔晴。我演尔晴哦。对。哦，好啊。好啊。OK 吗？台词。首先放开那个孩子是谁的那个？放开，他先拉着我是吗？对。哦，来我们。我在这吧，我在这。你是这边的啊？啊，等下我看一下台词哈。放开，孩子是谁的？你猜。哼，不给你猜。这是我的宝剑吗？对对对，你的宝剑。靠，难怪杀不了我。你连自己的妻子怀了身孕都不知道是何人所为，可笑至极。我来试，哎，你们希望恶情要多坏？你告诉我。我觉得当然要很坏啊。坏到观众。我让我自己投入一下啊。观众看到你要恨得牙痒痒那种，OK 吗？进入了吗？快进入了，快进入了啊！前面他先写 PS， 因为他先抓的，我没讲，我就自己放开。你冷静。人是人格分裂，放开。没有，会一人分饰两角，你先抓他，不然他会疯掉。哦，好不好？来 ，take two action。放开。孩子是谁的？你猜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孩子是谁的？你连自己的妻子怀了身孕都不知道是何人何为呢？可笑至极！怎么？怎么？怎么？你可以从来非礼心系他人，我就不可以琵琶？哎，还没跳，还没练，我就琵琶别抱吗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琵琶别抱，抱琵琶干嘛？我不杀男人，自己动手。我不是男人啊！我已经不是男人了。你杀不了我，我也不会自杀，因为这孩子他本身姓罗。很开心我得这个奖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整个演技不得了，还有张力哦。尔晴看到没有？尔晴看到没有？你应该这么演的，尔晴。原著，你觉得他表现了？可以，完全被我吃掉，不知所措。对，已经被吃掉了。很多人很怕跟我演戏，太经典，对，经典。我自己都觉得，我都怕。你换你换你，我们第二段要一起，大家一起。要不然这样，我们看一下下一段 VCR 嘛。啊，你是皇上，你先记得你的词哦，你是皇上哦。来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皇上更合情理，表情都一样。不行这样。不行啊，皇上。还有威严呢，我们先看 VCR 嘛。哎呀。你刚刚那个是一次 OK 吗？拍了有，好几次。感觉很难哦，因为要一直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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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。皇上，台词背好了吗？他没讲话。对啊，你就难的是他。什么谁演？你就是你原本的角色，然后我是皇后。你要抱那我是太监呗。
你是导演。哦，我是导演啊，那我就在一边给你们说 action 了。对，来了，重点其实不在我，他要演得很好啊，其实。导演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好，来，可以了，导演 ，OK 了吧？好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怎么拦你啊？我是秀芳啊！闪开！你。怎么了，小猪哥？这演员怎么演？好了，不要抹脸了。不要抹脸。想一下别的地方，胸挂什么什么。怎么办？再来一遍，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，来。草音，草音，草音。罗老师可以吗？这样可以。抱歉，罗老师，抱歉。来，我下次知道了。再来一次，罗老师。好，再来一条，再来一条，双击路。可以。三二一 ，Action。闪开！真累哟！导演，这样也不行吗？就抱就好了，抱就好了，你就感觉就好。我这个没办法好好演的，我天哪，你不要真累哦。投入，一次 OK， 对。来，最后一条，对对对，抱就快没了，好了啊，可以吧？最后一条，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可以吧？可以，真的可以吗？来，我喊了，来。你等等啊，可不可以不要有他？你去当场记好不好？我可以自己演，我可以忽略你，我可以自己来。那我就在这边陪你。对，你陪他，我自己来，好，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哎呦，闪开！闪开！可不可以啊？可以了啊！我好会演哦！你先主持一下，挺好的。导演，你觉得他那个被拦呐，然后就是要杀老婆的感觉好吗？杀老婆？没看懂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让他们翻牌。好好解。百分百攻略。由你们来决定。哇，这边有那么多什么步步生莲，对，宫墙柳、洛神舞、万紫千红、嫔妃魔法秀。所以他们翻了什么牌之后呢，会怎样？我们就要来进行这个挑战。这个挑战是什么？就等一下他们就会知道了。哦，来先选，现在两位先。你们想要挑战哪一个？这好像都很有代表性哎。对，当然。你想要哪个？什么？你想选哪个？你先吧。凯凯跳舞很好看的。你走开！你要知道一下哦。我不行。这个吧，人体跳舞机。好的，这关赢的队伍可以喝珍珠奶茶。谁要先？赢的才可以喝。你输的没有了。输的没有。愿赌服输。要两个都要干了吗？这个不干，这不是惩罚。这是奖励，就是赢了才能喝。不是直接干了，哇，那就变惩罚了。真的，珍珠很饱哎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示范一下，主持人队先挑战，观众请出题。CTO 了吗？CTO 了吗？下一题。哎，好，走。
啾啾啾，啾啾啾嘛，嘣嘣嘣，哒哒哒，哒哒哒，等等，对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名字我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打错了啦，嘟嘟嘟啊，我看到啾啾嘟了。英国英国音不行吗？差好多。玩这么硬。最后一题了是吗？最后一题了，观众请出题。那张艺兴的歌。对啊。是阿妹的戏。I'm gonna see 什么歌名？拿起来，拿起来，什么歌名 ？I'm gonna see 啊！什么 ？I'm gonna see 羊啊！羊的英文怎么讲？羊的英文是 see 哦，是不是啊？答对。两题，好，准备啊！准备，观众请出题。好难呀！等一下，停！你作弊啊！我没有，你叫我名字。我说我，你不能等一下，你要看他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这样真的听不到，就是那个歌，就是那个。你不能听歌，你不能听哪个了？就刚刚那个呀！听到没有？没有。你不能听歌，你要看他。哦，你要，你只能听这个耳机的，你不能拿下来哦。那你这耳机很大哎，就是不能听到歌的。好，来准备，请出题。来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好，什么歌名呢？什么歌名？不是，歌名什么题？音乐题，音乐题。歌名什么？知道哦。我刚刚也是用对不对？公平嘛。哎，歌名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吗？不是，是这。亲们，亲们，手册。很明白，对不对？你跳得太明白了，而且旁边也说得很清楚。好，这次我不听旁边的了，这场外因素有点明显。下一题哦，哈，观众请出题。你是我的下一个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。很简单哦。来，很火的歌。你在干嘛？他其实很清楚的。我非常清楚了，非常火。这很清楚。哎呀，这个，我再说我就真的是很对不起你们了，小苹果，这是小苹果。哇，对，我真的神来一笔，他突然间想起来猜对了。哇，这。我真的真的没看懂，他跳得很好哎，一模一样，原版原哎，一比一。这次我一定猜对，最后一次吧。这次猜对了啊，还有最后一题哦，你们别剧透啊。观众请出题，观众请出题。看过这么多人跳这个，他跳最好。第一名，很清楚哦，很难看懂，你们别说啊。如果你没猜对的话，我们就平手了。那平手那个就这怎么分怎么算？那只能我跟你喝啦，你看到吗？只能我们一人一杯，对不对？可以的，可以猜对的。我怎么可能猜对？我也会跳这个什么？我唱那么清晰，这个我看不懂。那时候很多那个，这是什么？顺义毛，不是吧？我真的顺义毛很长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好，我来解答一下，这位是谁？请看，是谁？
特别红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但我看过你很多专辑，但我没看过这个。你没看过这个？我真没看过。我的天哪，那什么，平手一人一杯。哎，一人一杯没办法了，姐，你看我喝吧。啊，对对，这样，来者是客，平手算他们赢了，好不好？合理。啊，谢谢，干杯，干杯。好了，其实我知道我们赢还是输，小猪哥跟姐姐都会让我们喝的了。哎，没有，上次也有人不给他喝的。看心情了，我们看心情。对啊，特别想喝奶茶。那之前来台北的时候没喝到吗？有喝到，珍珠很 Q， 很好吃。我没喝到，没喝到过。我第一次来嘛。哦，对，不错，感受一下啊，等他喝完吧。边选他们要翻哪个牌嘛？好，来，我要选这个。接下来想要翻哪个牌？到我了，接下来是。对，好好翻哦。我要这个吧。先不翻哦，你要选哪个？这个嫔妃模仿秀，考验演技了，而且这关如果猜对的人可以得到咸酥鸡的奖赏，所以大家加油。那首先我们要吃的是芥末吐司，你要猜谁是真的有吃到那个东西。好，只有一个是，只有一个是，对。好，你要先看谁吃。你要先哪边开始？先从你开始吧，小我先开始是吧？你要这么大口哦？你要这样一口塞进去哦？看到了，芥末呢？你不怕呛哦？好大口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不是吗？好干哦。好干。好，第一位的表现，接下来第二位，今天先请吃。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是谁。如果你吃到，你不要被他猜中哦。老板，你怎么了，老板救命啊！你吃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哎，你为什么吃边边？你吃中间，我要过敏了。你可以叫一个人再吃一次。游戏规则。我觉得应该是你的，你的里面有芥末，是不是？你要抓我的吗？我觉得真的应该是你。你觉得是我？对，不可得。错了。好，三个人当中吃到芥末人，请举手。3、2、1。我是发自内心的芥末，我真的吃很大一口。但你很淡定哎，我淡定到流眼泪了。我真的不敢吃芥末。你真的都流眼泪了刚刚，然后他为了要掩护你，他也不保护你就。我你一眼我就我刚真的想说放弃，我不演了，我知道我输呢。动手交换。脚底按摩师傅按摩脚的，只有一个人才有。好，你想先看谁被按？小猪哥。好。哇。好。对。
天。你是被按到哪里呀、啊？对对对，啊！你是被按到哪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敏感。了解了解。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可以换他。到谁？你先。你。到我。阿玛，你要看他阿玛。嗯，哎，怎么那么轻啊？好了好了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好，换我。你，我想按右脚，对，这边。好。你是挠痒吗？可以了可以了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好，给你猜，到底哪一位？是真的被脚底按摩了。我觉得是这个师傅走过来的。没有，他只是停在一个地方，他都没有移动过。嗯，凯乐。凯乐啊？对。哇，这样子给他猜。哇，厉害，真的是厉害，果然是好演员。真的没猜到。三、二、一，噔噔噔，这里。你们也算是厉害，因为两题都没人答对，就算你们吃好了。对啊，好你啊，这算惩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很侮辱哦。两题都没答对，很难得。而且奖励我们，奖励我们猜得很对，是不是我演太好？太好了。嗯。你怎么演那么好呢？你刚刚设计是哪一个？这个。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，真的不错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岂不是我们要跟粉丝玩游戏？本性欲。你要疯狂的还是要，你知道亲密？疯狂就是要很，你知道人生巅峰。亲密吧，亲密。我也要亲密吧，亲密。OK 的。那我们选粉丝有一个百分百选秀大会，我们要用选秀女的方式挑选两位粉丝，可以跟你们互动玩游戏。只能选到两位而已，所以你们要真的是要好好选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两边，我们站在这边来，好。请。百分百选秀大会开始，欢迎秀女进场，欢迎一号秀女 Nako， 20岁，二号米雪儿27岁，三号黑豆18岁，四号蔡依靖23岁，五号凯伟26岁。好，请问一下，你的装扮是宫女。宫女。你的姥姥，容某某也是会阴露，只是比较不像的，比较胖的，比较胖的，不用这样子，会阴露。你是哪里的东西啊？寿司店。你要吃不吃？你要吃？太寿司了，还接你梗嘞！皇上，你扮演的是就是一个路人。路人，他扮演路人，他是因为万圣节，今天不是礼拜六，他刚好就过来，没事，没事没事。是 Crystal 吗？哦，你一定是来自美国的宫女。What's your name? Hip Hop 宫女 ，right? 哟，哦，你皮肤跟我一样黑。皇后啦，很明显啊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样？找个东西。找什么？找什么？他的脖子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有在里面，是你在里面。来，你扮演的是什么？雍正。张家族啊！哇，哎，你们真的是忠实粉丝嘛？对不对？是一定的，我刷五次了哎。什么？什么了？我刷延禧宫5次。哇，5次？对。哇，那台词都背起来了？没有啦，我都是看那个。自己说自己笑，只能选两个。对，好，只能选两个玩了。亲密黑白配，亲密的黑白配，这难了，伤脑筋啊，这难了。把难题交给两位了，来，两位谁要先选？只能选一位啊，一人只能选一位而已啊。对，这很难，真的很难。真的很难吗？是亲密的还是那个？亲是那个。你看你要疯狂黑白配还是要亲密的？那你可以选择，你自己选择。5遍吧，疯狂的好不好？5遍啊。好，恭喜你入围了。好，我这很难选，真的很难。你们帮我选一个好不好？让你们来决定吧。猜拳好不好？
啊，你们猜选吧，你们猜选吧。有人 say 啊，Game 你咯。开始了，想要说不赢的人剪刀石头布。谁？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猜。哦 ，I'm so sorry。剪刀石头布。往前一点，来来，这边猜，二一，黑白菜，来，男生女生，黑白菜，你这个，你干嘛？哎，是输才会被猜吗？对，如果输你呢？三二一，黑白菜，男生女生，黑白菜，要送了，来，看一下红心玉。表演，很简单，快速，达到他要的最高峰。好，然后直接挠了吗？一开门就给他挠了哈。好，一开门就挠了。一开门就挠哦。你不要背对镜头哦，红扇。好，你要开心哦，难得一次机会，准备。一诺给你挠痒痒 ，Action。黄少你的脖子在地上。OK， 上场吧。啊，大哥哪里？哇，这个反应好快。你是不是戏剧科的？我不是。你是学什么？学表演的？我学资管的。学资管的，支气管的。来，握个手，来，开心啊！来这边，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黑白菜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们是亲密还是日风台？不好意思，亲密了，忘了。亲密的，亲密的。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黑白菜，男生配黑白菜。哎，为什么一直我输？再亲密点，再近一点，我看不到他。我看不到了，来。哇。感觉好特别哦，黑白衬，男生真配，中了，厉害！来，我一把没赢。粉心玉，看一下。说情话。你想要他跟你说什么？直接说。我们这节目就是怎样，造福人群。那个下辈子守护你的那个，你要讲那个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就不行，那就不行，太直接了，不行了，可以了，其实可以啊，哇，你走，谢谢，可以，来，你想很久了啊，来，准备啊，傅恒对你说情话 ，Action， 阿万酱，你先假装闭眼睛，然后他叫你，嗨，对，好，导演，怎么会是你导演？我在这，导演。不要让你一辈子欠着，感到良心不安。等你以后嫁给我了，我才能良心活着。好，掌声鼓励。握个手。来来来，哇，开心哦！谢谢。谢谢路人。你这套衣服值多少钱？淘宝买的，值得。值得了。好，接下来两位要唱一首歌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没有什么，懵了。不要吓他们啊！最后宣传，最后来宣传一下啊！就这个《延禧攻略》将在八大电视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八大第一台，只有我们这里独家有，没错，好不好？独家播出，也希望你们在台北可以玩得开心。是，待几天。明后天就走，其实时间挺赶，但我下次一定还会再来，专门抽时间出来玩，必须，好不好？也有机会可以见见我们的粉丝朋友们，是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